经过练习太极拳和剑，达到天地人三者的融合。现代剑的实用性极少，但是太极剑仍然是一种有用的自我训练。练太极剑的那种自我感受和轻松优美的动作，是非言辞可以表达的，而必须实际去练习才能有所体会。练剑的要领就同练拳一样，动作缓慢轻灵，也注重顶头旋的要领。两足要入地生根，使内劲由手臂直贯剑尖，全身轻松自在，精神贯注于步伐的轻灵悠忽之中。运用任何动作，其基本要领是全身轻灵自在，要达到拳经上所说的一语不能加，盈虫不能落的境界。